我叫英子，每天除了学校，这里就是我最常来的地方了。虽然这样的大学生活有些辛苦，总觉得缺少点什么，但是我依然很满足了，每一天都是充实快乐的。好，你先去吧。往前走，哎呀，怎么不动呢？快点啊，一会儿就团灭了。一人我饮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，两眼是独相随，只求他日能双归。我不，我就要去那家。不然我要生气了。不管，我讨厌你啦。我很幸运有几个这样可爱的室友，我们从各地相聚于此，相知相爱，犹如一家人。我与他们都不一样，因为我是钢牙妹。哎，英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回来的时候你正开黑呢，我哪敢打扰你啊。哟，我家大宝贝给我来电话了。喂，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敢甩老娘，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。怎么了，豆豆？怎么了，豆豆？分手啦？好了，一个人吃什么穿什么都是自找的，他不要你啊，是他没眼光。你别生气了，不值得。就是，别生气了。我就是不爽，唉，有人先甩我。好了，火锅还是烧烤啊？一顿不够就两顿，没有什么是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对吧？就是，别伤心了啊。你这衣服挺好看的。哎，那个不是杜浩天吗？他们在干嘛呢？你为什么不来我的 party？ 忙。你有什么事儿忙？明明就是不想来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还问什么呀？你什么态度啊你？我什么态度？关你屁事！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放开！站住！你干嘛？啊！英子，你疯了！医生，他没什么事吧？有些轻微的脑震荡，需要休息。这几天就留在医院里多观察，应该问题不大。那谢谢医生了。好。他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儿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怎么就没事儿？
英子要有什么事儿，我绝对放不过你们两个。钱我已经付过了，先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关你屁事！人受伤了，你以为付完钱就没事了？人又不是我打的，那也是因为你而受的伤，那也是他自找的。你说什么？喂，你行了，别吵了，英子醒了。英子，你怎么样了？还好。你傻呀，干嘛去挡那一棍子？我不是故意去挡的。哎，好了，别吵了，让英子好好休息吧。英子，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冲你的。知道你不是冲他。来，让一下，我来看看。没大事了，你们也别聚在这儿了。那英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们晚点来看你。嗯，那医生，你好好照顾我朋友啊。放心吧，英子。拜拜。我们先走了。嗯。那也是他自找的。老爸今天下午飞香港开个会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桌上有饭。你知道吧，隔壁老张的小女儿啊，昨天被送进医院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孩子跑出去没看路，还好车速不快哦，不然不得了哦。现在的人啊，撞了人还特别有理呢，吵着不肯赔钱的，人看都不去看一下的。那这真不是东西，别人因为你出事情总要去看看呀。就是就是。哟，老板，想要点什么呀？兔兔这死没良心的，居然一个人跑去约会了。你是羡慕嫉妒恨吧？算了吧，给我一台电脑啊，我能玩到下个世纪。刚好路过。你出门还随身带着果篮啊？门口随便买的，反正也不值钱。你没事了吧？那也是他自找的。好多了，谢谢。麻烦这位同学特地跑一趟。没什么。你也是因为帮我挡了一棍子才住院的吗？我也不是故意去挡的，没站稳而已。再说了，反正也是我自找的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。哎呀，好了，医院里吵什么吵？吃苹果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安心住着吧。
咬不动了。钢牙妹，那我吃，给我吧。就你能吃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害完了苏菲，害英子。我害谁了？害谁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又来一个，谢谢你啊。什么？谢谢你来看我。哎，不是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肇事者慰问受害者不是应该的吗？小鱼，你打我干嘛？你别介意啊，他今天见谁都怼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感觉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昨天的事儿，真对不起。没事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我随叫随到。好，知道了。你，做我女朋友。你有病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有病。杜傲天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你不就是因为喜欢我才帮我挡棍子的吗？现在跟我装什么矜持？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全世界都围着你转吗？你怎么不去楼下挂个号，伤个脑子？小鱼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发生太快，我有点乱。我也是。英子，我来看你了。怎么样啊？今天好多了，好多啦。哇，英子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地，杜浩天送的呀。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哇塞，哎，这家伙认真啊。他就是幼稚，你还真相信他会认真啊？不过就是想捉弄我罢了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别生气。哎，不过这花还真不错啊。以后每天都按这个量往这个。天都不能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你放心，绝对让你满意。帮我办出院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医生说了，你得多休息，不能办出院。啊，我待不下去了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你得多休息。你帮不帮我嘛？不行，这个不能帮。帮我。哎呀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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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只求他日能双归，娇女我轻抚琴，燕子他子竹林，痴情红颜心甘情愿，千里把君寻。嘿，说红颜痴情笑，曲动琴声太奇妙，我轻狂他太高傲。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跑回来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不特殊情况吗？什么？你不知道多少天在医院里干了什么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呀。他呀，今天用玫瑰花铺满了英子的整个病房。哇塞，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了。你说这杜昊天他认真的？才不是呢，他就是闲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坐下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快坐下坐下坐下。哎，我说你一回来就忙个不停，不怕得后遗症啊？哎，没事啦，在医院都快闷死了。不急了，我得去兼职。哎，今天就算了吧，你可刚出院，再不去就得被炒鱿鱼了。你养我啊？好呀，我养你啊。走了。哎，你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经理，前几天出了点事儿。行了行了，没工夫听你那些破事儿，赶紧工作去。好。是。欢迎光临。你的咖啡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这看你出院了嘛，过来看看你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给豆姐打了个电话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你这刚出院就出来上班啊，身体能受得了吗？哎，没事儿，我身体一向好得很，人称打不死的小强。哇，那就好那就好。对了，一直没机会问你，那天在校门口你们为什么争吵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苏菲一直喜欢这个杜昊天，但杜昊天这个人呢，自私自大，总是一副老子了不起的样子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嗯，看出来了，自私自大。对吗？喂，姓秦的，说谁自私自大了？说你呢，难道还有谁？哎，喂，你干嘛？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回来。干嘛？跟我约会。同学，我呢只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女生，我真的没有时间没有精力陪你玩，你放过我行吗？地方随你挑。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听不懂人话是吗？哎，你知道有多少女生哭着求着想要接近我吗？不要不识好歹。不包括我，滚。我
英子，今天怎么有空回来的呀？想回来看看吗？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？没有了，院长，别担心我。我还不知道你，一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这副模样。果然还是院长你最了解我。哎，你现在长大了，有些事情我也不好多问。反正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啊。嗯。等我！闪现，给治疗，过来，给治疗，快走！快跑！开大呀，赶紧的！哎呀，李白！哎，小鱼啊，别吵，打游戏呢。哎，哎，这不是杜家大少爷吗？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想请你喝杯咖啡。啊？哦，请我啊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那个。英子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不会真的想追她吧？英子她是个孤儿。孤儿？从小不知道父母是谁，在福利院长大，所以有的时候他的性格会比较孤僻，但他是个善良的人。所以，杜昊天，如果你只是想找个人陪你玩玩的话，请你离他远一点，我谢谢你。孤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社里人说，看见你跟一男的进咖啡馆。他谁啊？蠢蛋！只是普通朋友，有些事情想请教他。放心，谢谢你。没事，单我已经买过了。以后就是自己人了，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哎，不是。行了，瞅你那没出息的样。哎，我这不是紧张你吗？哎，他谁呀？上车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买东西呗，还能干嘛？走了。哎，你买东西拉着我干嘛呀？想买的东西有点多，找个拎包的。你，学校附近呢有个福利院，天气就要转冷了，所以想买点衣服送过去。你有这么好心？
坏事做多了，也想做些好事积积德。对了，之前的事儿，我向你道歉。以后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你看这件怎么样？福利院的孩子穿不了，太大了。所以叫你过来吗？你都知道了？我有什么不知道呢？就这些吧，待会儿麻烦送到这个地方。哎，好的。谢谢啊。什么？我说谢谢。不客气。漂亮吧？还不错。院长，这位同学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他这人啊，作孽太多，想积点阴德罢了。英子，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这位同学，不要介意啊。英子他这人，说话不讨好。对了，既然来了。就在这吃晚饭吧。嗯，看我干嘛？问你呢。哦，好啊。行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，我到厨房看看。嗯。答应的倒挺快。有饭吃，干嘛不答应？切。她叫小妮，性格孤僻。那孩子刚到福利院不久，总是怯生生的，不爱说话。哎，怎么不去和他们一起玩啊？哥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以前有个小姑娘，她特别自卑，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，所以啊总是低着头。有一天呢，她路过一家首饰店，发现一个彩色蝴蝶结，觉得特别漂亮，她就买了下来。这个老板就说，哎呀，小姑娘，你戴这个彩色蝴蝶结真漂亮。这个小姑娘虽然心里不相信，但还是很开心。然后呢，他很想让大家看见，就不由自主地仰起了头，以至于他在出门的时候和一个人撞了一下都没在意。小姑娘回到教室，老师看到了她，说，哎呀，你仰起头真美。这一天呢，小姑娘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，她以为一定是彩色蝴蝶结的功劳。但是她往镜子前一照，发现，哎，头上根本就没有彩色蝴蝶结。其实啊，自信本来就是一种美丽，只是我们很多人都太在意外表，而失去了这种快乐。走吧，跟哥哥一块去玩，好不好？那个，
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福利院的事儿呗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回去慢点。好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哎呀，打完这局马上。哎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回了趟福利院。你没跟杜昊天出去啊？你怎么知道杜昊天来找我？学校里的人都传疯了，大家都说看见你上了杜昊天的跑车。他只是拉我去给福利院买了些物资而已。他是怎么知道我是福利院的呢？不会是你说的吧？哎呀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而且他想帮助福利院，这也是件好事啊。好啊，你胳膊肘往外拐。猪肘子。我这也是为你好啊，而且我觉得啊，杜昊天他可能真的喜欢你。怎么可能？我啊，别搞笑了大姐，他凭什么喜欢我？爱情这种东西哪有什么为什么，如果爱情里掺杂了太多与它本身无关的东西，那就不是真的了。早点洗洗睡吧，啊，脑子都给玩坏了。不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别睡了，给你看个东西，快起来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杜大少爷昨天那么高调，也难怪他们会多想。随便他们怎么想的。老板，我来了。哎，英子，现在呢，咱们店里已经不缺人手了，你另外再找份兼职吧。啊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啊，对了，那个橱柜里的东西都收拾一下，带走吧。经理好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？倒是你，别总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比如杜昊天的身旁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。误不误会的你自己清楚就好了。
你只要管好你自己，别真的以为他会对你动感情。英子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，吧台那你多擦擦吧，不妨碍你工作了。别怪这个世界，谁让你长得不好看，又没钱呢？喂，喂，是谁啊？学校网站上的帖子你看见了吧？我从来不关心那些有的没的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别害完了苏菲害英子。我想怎么样，关你屁事。欢迎光临。怎么是你啊？英子呢？这家店的老板是我爸的朋友，我最近想学做咖啡就来了。我刚刚学会泡卡布奇诺，刚泡好了一杯，请你喝。那英子去哪儿了呀？等我一下啊。卡布奇诺本身呢，是不用放糖的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喝甜的，你要不要也来一包？我问你，英子呢？快点尝尝吧。你知道我不是来喝咖啡的，英子呢？英子，英子，她到底哪里好？又丑又土，你有病吧？刚吃过饭就看到你，还以为看错了呢，怎么失魂落魄的？你下午不用去咖啡店兼职吗？我今天不用。那刚好。今天本少爷心情也不是很好，陪我去个地方。来这儿干嘛呀？没什么，就是想来了呗。愣着干嘛呀？去买票。
去吃饭吧，我饿了。你不是吃过午饭了吗？长得帅，饿得快，不行啊。再说，现在都几点了？走吧。哎，我知道有个地方特别好吃，走，我请你。就你啊？啊。行不行啊？呀！就这儿啊？对啊，又便宜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老板，哎，来了，有阵子没见了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这是你男朋友啊？不是啦，朋友。老板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下次可不来了。哎，得得得，说吧，今天想吃什么？随便啊。还是老样子吧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有。不过我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。你这种大少爷当然不会来了。来喽！哎，请慢用。谢谢老板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慢用。尝尝看。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还可以吧。切，不好吃别吃。为什么不吃白不吃？走开啦，兔兔。我先走了。英子，你回来了。刚刚那个是你男朋友啊？你别提了，烦死了。又怎么了你？他说好要带我去吃西餐的。结果带我去的西式快餐店吃汉堡包，你说他蠢不蠢啊？正宗的西餐多贵啊。可是电影里男生追女生都带她去吃高档餐厅啊。那是电影，你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啊。我不管，这点钱都不愿意花，肯定就是不爱我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啊，没事了，有我们呢。还是你最好。没事，我们都陪着你啊。回来了。你吃饭了吗？要不我帮你点点外卖吧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喂，哪位啊？啊，我是我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过去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小天啊，
又要走呗。是要走。我去上学了。喂，秦月。英子，你在哪儿？怎么了？我找你有事儿。哦，好。秦月，发生什么了？这么急？英子，这回你一定得帮我。苏菲她爸爸投资失败，亏了很多钱，苏菲一直受不了打击，都有了轻生的念头。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求求你帮帮我。赶紧走。好。苏菲，你们别过来，我什么都没了。苏菲，你没事吧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现在的我一无所有。一无所有？你不过是失去了生命中最不重要的东西罢了。你身边还有父母，还有那么多朋友，凭什么去死？你看看我，你不是一直很瞧不起我吗？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受尽了别人的欺负，我不一样活着吗？我都没有去死，你凭什么去死？英子，啊，昨天的事儿谢谢你。别老和我说谢谢，没什么的。你对苏菲可真好。还好吧。你很喜欢苏菲吧？可是她喜欢杜傲天啊。可你还是一直在她身边啊。我觉得吧，爱情这个东西，只要放弃，它就不是爱情了。我坚持了，所以证明我喜欢他。不，因为你爱他，所以你才会坚持。无所谓了。真羡慕苏菲啊，可以这样被人傻傻的喜欢着。你以后也会这样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嗯。啊，嗨。嗨，你好。那个，我是兔兔男朋友。我知道。他这几天不怎么肯理我，估计还在生我的气呢。怎么，想让我做说客？也不是，但确实想请你，你们帮个忙。我们？老王都找过你们了吧？关于这次，
咱们帮助老王给兔兔送惊喜的行动，组织上还是比较重视的。哎，老王，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呀？哎呀，就凭他能跟那兔崽子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就敬他是条汉子。哎，咱们这次活动将在花海进行，尽量制造浪漫，让他们两个重归于好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。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，好不容易有个二愣子能忍得了那兔崽子，咱们当然得帮啊，不然放那兔崽子出去又得祸害多少良家少男啊。嗯，物理伤害就算了，精神伤害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得了的。难得呀，老王有这么高的魔抗，他们俩在一起也算是棋逢对手，天生一对儿了。你们这儿哪跟哪儿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我们多一些人过去，我把大伟带上，你呢问下秦月。好嘞。哎，要不你把杜浩天带上呗。他啊，他去不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杜浩天，这个周末我们准备去花海玩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英子也去。晚一点我把具体时间地点发给你。爱来不来。你就按刚才那个操作。我帮你拿行李吧。好吧，哎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吧。你们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小时之前就到了，想出来散散心，没想到刚好碰到你们。哎，正好啊，咱们一块玩啊。别说话。我好啊，那就一起吧。
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。这杜昊天不会是知道你要来才来的吧？又来了，不是说他提前就到了吗？你信呢？有机会啊，英子。什么机会啊？逆袭高富帅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是高富帅逆袭你。逆你个头啊！哎，脸红了。我没有。哎，就是有，就是有。哎。秦月，嗯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很多事情我都已经想明白了。是你的丢不掉，不是你的你也得不到。秦月，嗯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愿不愿意一直陪在我身边？苏菲，我喜欢你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看什么呢？这里除了油菜花还有什么吗？你会不会聊天呢？你看这些油菜花，每到了这个季节就会开得如此灿烂，真羡慕他们呀，有着属于自己绽放的时刻。也许他们此刻也在羡慕着你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在很久以前有一个神仙，特别羡慕凡人。他羡慕凡人可以自由去爱，自由去恨，所以啊，他一心想变成凡人。后来玉帝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真的把他贬下凡间，让他投胎成人。后来呢？后来成为了凡人的神仙，没有了法力，也没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在人世间经历了数十载的悲欢离合之后，渐渐地求神拜佛，一心想变成神仙。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羡慕着别人，却不知道别人也在羡慕着你，只是你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好罢了。英子，吃饭啦。来了。现在吃也吃的差不多了，喝也喝的差不多了，各位可以回去休息了。明天我们去许愿树许愿，据说非常灵验，快去睡吧。哇，这么多人的愿望都挂在上面。来，老板，两个。
好嘞。这么快就写，不考虑一下？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许的什么愿？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可以开开心心的，福利院的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，还有院长身体健康。你呢？我希望可以和我心爱的人在一起。心爱的人，我还有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画家，有一天，他在一间40层楼高的酒店房间里醒来，他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。看着空空的城市，发现一个人也没有。突然间他灵机一动，画下了一个男孩，并且精细地剪了下来，让他随风飞了出去。男孩就一个人游荡着，一个人喝咖啡，一个人看风景。画家觉得男孩实在太寂寞了，便又画了一个女孩，也让他随风飘了出去。可惜的是，纸片女孩却飞往了相反的方向，落在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也孤单地喝着咖啡，孤单地看着风景。你哪来那么多故事啊？那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我一直觉得我就是故事中的那个男孩，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故事中的那个女孩，但是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。我甚至觉得画家已经忘了给我画下那个女孩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喜欢你，英子，和我在一起吧。对不起，我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可以遇到比我好千倍万倍的人，但那一定不是我。英子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干嘛啊？一个兔兔一个你，都吃错药了？哎，他怎么了？英子，坐呗。人老王跟他申请表白，结果这兔崽子还嫌弃上了，说什么没有花也没有气球，一点都不浪漫。本来还骂人家，你说这换谁谁受得了？就是啊，老王就算魔抗再高，也扛不过这一波大招。这不，崩了。
好了，分手了。啊，冷冷甩下分手两个字就走了。说吧，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好说的？别装，你和杜傲天怎么了？他不会对你做什么了吧？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哎呀，那你倒是说呀。他跟我表白了。我去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拒绝了他。喂，你不喜欢他呀？喜欢干嘛不答应呀？我怕没资格。英子，就算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，也要有摧毁一座城池的骄傲。什么没资格？他喜欢你就是你的资格，他不喜欢你，就算嫦娥来了也要靠边站，你懂吗？可我可什么可？我们最常看到的结果呢，是终于明白了寻找的人是谁时，回首灯火阑珊处，早他妈空无一人了。有些事情啊，就像这天气，慢慢热或渐渐冷，等到醒悟，早已过了一季。英子，你别到时候再后悔啊。唉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自信的。论学位，论外表，总有缺陷。难道爱情的竞争靠的是诚恳？他喜欢你，你喜欢他，还不够吗？唉，哎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老王呢？哎呀，我。哦，哎，杜浩天呢？啊，他已经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我在许愿树下看到他了，他说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回来了，吃了吗？吃过了。以后回来的晚的话，就点外卖吧，别老吃泡面了。我帮你热了杯鲜牛奶，喝完了再睡吧。这次去国外，我见到他了，他过得特别好，还托我给你带了些礼物。早点睡吧。
妈妈。知道了，你想听什么故事？我想听小猪的故事。行，你想听故事，妈妈天天念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年轻的时候，总想着诗和远方，后来才明白，远方有比远方更远的地方。当一个人决定了去追逐远方，家就成了远方。小天，你是妈妈回不去的远方，但妈妈仍然爱你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老爸生意忙，不知不觉的你也长大了。我妈，她怎么样了？挺好，跟了一个国外的诗人到处去旅行。爸爸，你当年是怎么追上我妈的？当年你妈追她的人可多了，那个时候你爸，我就是一个穷小子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妈，她怎么看上你的？那时候啊，和我竞争的那些人，都是有钱的，家境特别好。但是你爸，我有的，他们没有。什么呀？真心。爱是要付出的，不求回报。当你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不及她的一角。再喝一杯。只是可惜啊，你妈她不甘心被生活束缚。哎，那你现在还想她吗？这都多少年了，我以为我把她给忘了，没想到前阵子在别人那里知道他消息的那一刻，我就输了，输了。老爸，干杯！来，干，高兴。小妮这孩子真可怜，这么小就突发心脏病。谁说不是呢？福利院正同医院交涉，需要一大笔费用。唉，院长，
英子，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小妮怎么了？院长，小妮突发心脏病住院了。怎么会呢？前几天还好好的。别急，现在情况稳定，但需要一笔钱。福利院正在想办法同医院沟通，费用已经想办法再筹了。院长，您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哎，英子，哎，豆豆，杜昊天，你来干嘛呀？我来找英子。英子？他没跟你说吗？说什么？他休学了，现在啊不在学校。什么？休学？为什么呀？他没说，我也就没问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清楚。哎，杜昊天，加油！哎，秦月，你知道英子去哪儿了吗？英子？不知道啊，她怎么了？豆豆说英子休学了。休学了？为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苏菲，你知道英子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呀。不知道。小朋友，你有看到英子姐姐吗？没有。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英子姐姐去南方了。新来的，快点儿！哎，来了。老板，你的外卖，祝您用餐愉快。
喂，院长。英子，你赶紧回来吧，钱的事情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对呀，资金问题解决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哦，好。苦了你了，孩子。我没事，院长。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事了，是你的朋友帮了忙，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回来了。这次谢谢你。不用和我说谢谢，喜欢上一个人，为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我配不上你，英子。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的美源自于心灵，你笑起来真的很美。多浩天，谢谢你帮助福利院渡过难关，真的很感谢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和你在一起。我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除非世界颠倒，否则我们是不会在一起的。习惯了孤独的一个人，当有人接近以后，拒绝却总是变得很自然。你好好理解。
我还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，故事很长，我长话短说。我爱你。每个人都自卑过，不论是自己的比较还是外界的压力，看看从前的自己和现在的模样，那是你奋斗和努力过的印记。向从前挥挥手，自卑过的我现在要大步地往前走了。